你会说话吗？你哈，我们上次不是开了一套冰腰子吗？就是从这个老勉兄弟开的。他说这一次来放一套玻璃总漂啊，如果开到了，他今天赚100万，其他不就可以放漏了吗？来看看。 姐妹们，上一期我不是跟你们说要办一个清仓圆梦计划吗？然后你们1000多个评论里面，800多个全都是要紫罗兰的。但是姐妹们，我还真做到了哦，来看我身后，现在是50多条，但是很多份石头，就我们这么多年来切的那种紫色石头，本钱利润全回来了，就是每一条都不一样。这个是那种有点春彩的紫罗兰，就你看没打灯都没失色，有的是冰一点点的，然后有的可能会带点小雾鸡，但是特别好看。然后这种有点粉紫色的，就是你们喜欢的姐妹们直接自己截图，然后上圈口。 一定是仅限我的粉丝专享，52条到58条这样子，圈口的话有大有小。接下去姐妹们，你们再看看第二个的话是要绿色的，还是要飘花的，还是要那种葡萄肉啥的？你们喜欢的款式发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这个整理我估计要1-2个月才能搞完，一种一种款式我给你们搞啊。来吧，姐妹们，今天我能不能看到那条玻璃总票啊？就拜托我的金主爸爸们给我点个赞了啊，谢谢。你偷了吗？ 我哪里有偷啊？就这么一点吗？不是5个亿，就这一点啊？那我们先开，我感觉这个长得比较正经，就其他的怎么感觉歪七扭八的？这么这个长的，那个小的，这个胖的。来吧，姐妹们，不管了，先开第一个，来哈一下气。粉丝哈一下气。哦，啥？白月光？又好像不是，又好像乌鸡，啥情况啊？ 啊，不是不是，冰雕花哦，一看就是两个料子。底下是绿飘花，然后上面有点那种飘兰花的感觉。这上面的那种飘兰花，它的冰感你看更纯一些些。下面的飘绿花，它稍微带点小晶体感，就是条装比较细一点点，圈口有限。这五条，别人打34万，我就直接打个8888好了。等于，然后这三条，市场上是可以冲到7-8万的，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冰雕花，打个10000五好了，40000五。 OK， 3万加，有没有小圈口的姐妹们，能不能带？自己截一下图，有没有你喜欢？反正什么款式都有，带点绿的、半山水啥的，我就打一个超级简陋的价格，47多少？38了。38了，一条我就打4000块钱啊，放漏。来开个大圈口，刚刚那个是小圈口，看看这一条这里有点小棉，然后这里有一点点小飘花，但是这条漂亮。这一条打3万块钱是稳的一批了，因为太冰太漂亮了。这一条35000加，有没有小圈口的姐妹们能不能带？自己截一下图，有没有你喜欢？反正什么款式都有，带点绿的、半山水啥的，我就打一个超级简陋的价格，47多少？32了。37、28了，一条我就打4000块钱啊，放漏。来开个大圈口，刚刚那个是小圈口，大圈口看一下，妈踩了，姐妹们，我刚刚还在想说只有56条，然后800多个粉丝去哪里给你们拖啊抢啊啥的，没想到你看
拍个不正经的吧，这个小的，我看这个有没有可能。哇，红匪耶，就是灼心裂了一条，它能达到鸡油黄，但是很难达到鸡油红，看到没？所有看到的姐妹们，打住，红红火火，祝你们红运当头。这种一般可能同行收的多一点点，粉丝可能会觉得特色灼，摆个五万吧，两条就是10万，喜欢的人姐妹们就来收吧。下一个，开个本子吧。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哪有这么大的？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，一条挣100万。哇，你想疯了？我最近视频挣600万。无稽呀！还是无稽？你今天就不能给我说点好的吗？哎呀，无稽变凤凰了，姐妹们！这里直接脱砂起冰的紫色紫罗兰，有灼心，还有边角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这条裂了一个，这个傻瓜这里裂了，还画啥手镯？这两条是完美，而且是大圈口，这种可以做圆条的。这个板我今天就算它没有，跟这个一起再加两条，56条。你们自己截图，然后告诉我圈口啊，一定要给我点关注啊！先开这个，
这就是入门款的，有点葡萄肉，有点天空蓝的味道。这种基本上市场上打28条，38、24加24000，来吧，我要赶紧看一下这个全村人最后的希望，姐妹们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条。你看，其他全是扁的，你来摸一下，上次那个腰子也是你开出来的，你摸一下，你摸一下，摸一下，阳刚之气，OK， 搞定。你现在开不出来，怪我呀！如果开不出来，就是你的错，别说话。男人没有什么用，纱巾啊，那纱巾金玉镯还是小圈扣的，我有卖过的，3980，但4000块钱我这怎么算呢？4×6=24，你们就当我赚了20块钱吧。24000，那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？我们还是要满怀希望的度啊，姐妹们，万一呢？这个老免兄弟还是靠谱的，他每次发货都会给我拍照啥的，我自己都不信，我感觉我都自己安慰我自己，来吧，高低都是要开的。包这么厚啊！我的天哪！呀，又大圈口，又条装厚，三条玻璃种，一条100万。后面的这些姐妹们，我不管了，三条的尺寸也全部给你们放漏了啊！好东西都是这样的，正常。到了！哎呦！哇，真给你开到了！整圈的奇光，就像清晨凝珠在草尖上的那种露珠，晶莹剔透且充满生机。里面的花太灵动了，你看，就直接活过来一样。我觉得都不需要起货打磨抛光了，这样看就好美哦！你们心动了没有呀？之前的成品人家打200万，那我现在毛坯，而且是条装厚的，一条。所有的同行看中的、入眼的，来现场打价啊！我先给一个我一口的，你们自己加哦。懂的都懂哦，还有两条，一条我已经全部回本了，姐妹们，这两条你给我寄两个乌鸡也没关系了。哦，哇，这个漂亮，冰春彩的感觉，而且是个大饼饼，这个种水真的是 really really good， 这个好看哦。这个姐妹们，我今天看到玻璃种飘花，我高兴啊，我放个漏，我们同行那买你基本上要过23万，那我今天给你们打一个漏，8万，来吧，再放一个，这个是啥呢？飘花。哦，这个是不一样的飘，这是满圈飘花。这个姐妹们没带乌鸡啊，只是说它花生一点点。那这个是半截的籽啊，这个的话达不到满圈，但是这个种水跟刚刚那一条一样的，也打一半了，因为刚刚那个有可以参考的嘛。这个我直接打个3万块钱。这个飘花呢，市场上基本上5-6万，打个2万，反正我价格现在乱打了又高兴。来吧，姐妹们，喜欢啥样的告诉我，我是青青，点个关注。